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相信各位哦都知道哦，老爹啊上一部影片抽到一堆呀，来老爹这边剩下50张券哦，如果这一次啊孩子抽不到我要的，我们就干脆来练压啦，没问题啊，说抽就抽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了不起我就当压而已啊，什么了不起啊，好来给我一张重复的 SSR 过于履历100%，没问题啊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啊，呼吁你弟超好的，来我们再来 SSR， 好，没有，有种再给我压，有种就多给我一点压，我就来当压怎么样啊，我们再来，我都抽不到那个什么证啊，死死弱丸啊，都抽不到啊，啊，没问题，给我 SSR 两金开启，招不到雪菜，我们笑他，该来了，哥哥啊，来呀、啊！哎，我们拼出最后一张 SSR，、哦、我们再拼最后一张 SSR、哦。有种给我，给我那只鸭，来呀、啊！有种再给我鸭，敢不敢？我靠！我靠！你个懂听懂啊！真的是鸭，这是天命啊！各位观众啊，鸭就鸭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带你们看一下、哦，老爹的这个。证，我的证哦，已经觉醒到这个进阶到这个紫衣哦，然后也装了这个什么套装哦，受这个套装符文哦，这个符咒文也有哦，战力才20000哦，然后你看老爹这个压，我这个压战力就16000啦，根本没练啊，完全没练啊，只有等级40啊，这个什么兽灵都空的，咒文也是空的，进阶也是空的，这样子战力就16000啦，这个狮子落丸，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决定了，我要把狮子落丸换成鸭了，你个狮子落丸啊，烂透了。练压就练压，什么了不起啊，一件装备我进阶，我再进阶，我进阶不完，老爹压战力19000嘞，19000嘞，吓死人啊，最强的压即将来迎圣灵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好，没问题，41级嘞，技能我升级，我再升级，我升不完的级，没问题，我的压战力已经21000嘞，好，各位观众请稍等，老爹一下，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爹的这只角色哦，这只鸭哦，战力已经拉到25990了，相当的狂妄啊，没问题，那么现在老爹就来挑战这个
魔戒，不对，暗黑武术会，老爹你打到第七名了，我们好歹要打个前三名吧。没问题，就让各位看一下老爹的鸭究竟有多凶悍呐、啊！我的鸭，我的鸭完全没问题。反正啊，抽到这么多啊，不练也是可惜啊，既然是命中注定的角色，不过啊，好像比想象中的还强哦。好嘞，老爹现在已经太强了，匹配不到对手了。对手都会怕、啊，各位观众啊！33秒了，哥哥，好，对手出现，肥波聪明，他战力也很高哎，12万哎，靠腰啊！好，各位睁大你的双眼了，老弟的腰究竟有多狂哦？啊，被挤在一起了，被对面的吕布挤在一起了，我们也会多人运动啊，各位观众啊！没问题，有没有看到老爹的那个鸭丢了那个大招啊？有通道吧？没问题呀、啊，12万战力呀、啊，对面12万战力呀、啊，像打小朋友一样啊，各位观众。好，现在来到4-1的节奏了，对面只剩下一只呼云女帝，轻轻松松。结束比赛啊！好，我们来看老爹的排名哦。靠腰没有动啊。大家的分数都很接近哦。好像2000分以上，大家分数都蛮近的、哦。因为2000分以上哦，都会撞到彼此哦，所以大家的分数都比较低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这个比较麻烦的是，每次都要等30秒啊，还有10秒钟，这个真的是有点烦啊。好嘞，有没有来一个人啊？来人啊！好 ，MRCHU， 没问题。好嘞。说真的，这个鸭真的蛮强的、啊，出乎老弟的意料之外哦。你们自己看哦。轮到这个鸭进攻的时候啊，会让你们大吃一惊哦。没问题。现在是4-5了。好，老弟的鸭开了一个小鸭鸭。哎，鸭不要死啊！扣腰啊！我的鸭 is dead， 怎么可能啊？哎，我的威武好强啊！各位观众啊，我的威武也太狂了吧！这个威武也太猛了，各位观众啊！不过我的鸭好像没有发挥到，没关系，怎么再一次哦？鸭真的蛮强的啦，我没有骗你们啦。刚刚是刚好没有，刚好被阴到啊，各位观众，刚好被阴到啊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啊。如果让老弟的鸭出到手啊，对面就直接 GG 啦。鸭，你不要让我漏气啊，鸭。我已经决定要当鸭了，你强一点的。好嘞，老弟的鸭有没有看到啊？刚刚老弟的鸭丢了一大招啊，造成很多伤害啊，多少我也不知道哦。没问题，有没有看到老弟的定时炸弹？有没有看到啊？都是鸭的功劳啊，各位观众啊。没问题，现在这样2-1啦，加油啊，威武啊，威！威武，靠你啊，威武啊！差一点点啊，威武啊！
你赶快转转转啊！哎，差一点点啊，靠腰啊，又跑到第七名啦、啊！ただいまより暗黒武術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。好了，各位观众啊，老爹已经尽力了。第七名，第七名的奖励也有15个碎片啊，没关系，老爹还会持续强化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